金伯承要不要拿一下？我们还有一个，要再拿一个吗？那你要走过去啊，走过去。记得来这边吃过吗？有。你们要看这边吗？你们要不要回头看一下？回头看呢吧，才一半多，四分之一。妈妈已经没力了。要再走吗？再走啊，好啊。我们已经爬了三分。好玩，还是出来玩比较好。游泳池就游泳，但是出来会有很多刺激的啊，不一样的、新鲜的啊。吃诶，饼干诶。对啊。哦，金伯廷你好高哦，你小心诶，不要摔下来哦。啊，那不知道。风在吹啊，它风刮的时候也有一种。